是公司也成立了、啊嗯。公司是在5月16号的时候啊，是啊，虽然还没有业务进来，请问谁知道你有没有在接触业务了？是，也许你已经在接触业务了。对，是。所以照理讲，你可能已经在接触业务，可能在跟人家在谈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成立公司的完成，应该就视为着手的开始。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说，因为还没有开幕，所以不算。不是，我想这个我补充，这个以法律上的定义，应该是指公司完成注册那一天，那一天就是着手，就算是开业了。欸、等一下，等一下，公司完成注册就是开业的一個開始。有没有开幕？我再告诉大家，我部长辞职的时候不是讲说我要开律师事务所吗？是。后来我也真的开了，啊，我也去律师公会登记登录了、嗯，律师公会登录了以后啊，很多人跟我讲，欸啊、你也给我们上家回拿开幕一下，我说我开幕干什么？我开幕我假无用的啦，我那么忙干什么？所以我没有开幕啊。所以换句话讲，我现在不是律师哦、喔啊，是这个意思吗？你要跟柯文哲的妹妹弄的，我都比个例子啦。我现在怎么听都听不懂哎。让党吼过户买厝啦吼，过户买厝应该就是登记吼，土地登记完成了，那就是完成买卖了嘛。唔免等到我离厝，我离厝请人客才叫做完成买卖嘛。我讲，你还没离厝，那间厝不是你的。我还没离厝嘞，所以厝要不是我的。那不是。阿伟拜地基主都无错。那不是条件，那不是必要条件。阿弟基督徒嘞，拜上面地基主。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开幕是一个公司成立的要件吗？不是嘛？不是啊，不是必要的。而且我强烈怀疑真的没有开幕吗？不要忘记了，柯文哲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好几个小草咖啡厅去办活动，他还说那时候要由来党来经营这个小草咖啡厅。第一点。第二点，人家质疑他说党不能有党营事业，他说没有，我们不是党营事业，我们会开一家公司委外来经营，就是这家公司啊，我直接强烈怀疑就是这家公司啊，所以到底有没有业务往来，未来检察官要去查相关的经营。陈佩琪，吴宗宪虽然说公务员服务法是他只有行政法则，他没有行责。但是中间还有伪造文书，有伪造文书的问题啊。伪造文书啊，更重要的就是说哈，因为陈佩琪是医生嘛，那基于这个卫生医疗的一个机关哈，医生哈有一个不开业的奖金，哦，他没有开业的话会给他奖金。那陈佩琪在医院里面他是八职等，所以他有这个45000的一个奖金，嗯。那如果你领了这个不开业的奖金，但同时间你又开业。哦，那你就那就是兼职，他兼业，对，那就兼职了，就有兼业。那如果这样兼业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了公务人员的一个哈，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然后再去诈领这个财物，嗯。哦，所以他可能又会有一条诈领财物罪。诈领财物很重，欸，是贪污治罪条例，嗯，就7年以上了。利用职务上了，这假的呢，这得贪污罪条的要求嘛，所以你看他最后一个版本，哦，一个版本就是这样，就讲为头到尾拢是我和阮儿子商讨，然后阮儿子去开户，啊，又去领这条10万块，所以拢和我无关系，都是我儿子要开的。你看，跟他前两次讲的，不管是第一次讲跟第二次说我反讽，嗯，到最后感觉全部都 给他儿子来开。哎，这么修理吧。他的儿子是在日本东京读博士嘛？大家记不记得他去年去东京访问的时候还把儿子找来见面，对不对？对，所以他的儿子应该是在日本读书。那陈佩琪他这两天脸书也说儿子7月放暑假回来，所以就请他亲自去开户，所以是7月才开的户，哦，这个部分我觉得检察官应该查明。我觉得这里面又有个蹊跷，记不记得刚刚我们那个画面柯文哲提到说，嗯，赶快传讯我，赶快传讯我， 对不对？嗯，现在陈佩琪又说这是我儿子自己开的，他又反了，哦，他把话翻供出来了。如果他儿子真的有亚斯伯格症，是一个 SOP 控，那检察官如果先传讯他儿子，问清楚了，再来问他们夫妻两个，可能会逼坑哦。亚斯伯格不会说谎，如果他儿子真的是亚斯伯格症的话，问题在这里，不会说他们夫妇整天问题在这里，问题他可以叫他儿子不要回来，因为他在日本，所以他在日本这个时候先问他们两个夫妻，因为检察官不能等嘛，对啊，所以检察官一直没有传讯，知道了以后也许想要先传讯他儿子，可是他儿子人在日本，所以这下子在日本
然后先问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再去教儿子。雅思伯格症会听父母的话，父母叫他讲什么，他就会讲什么，这样过来。不过，检察官如果懂得一些教育跟心理学的话，是可以突破的。其实是可以突破的。他公司登记的那段时间，他儿子有没有入境嘛？他如果没有入境，表示那一段时间他去做公司的登记哦，那个签名搞不好都不是他自己签的。我是觉得他应该有入境，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的洗钱防治法，他七月回来开户。洗钱防治法里面规定的非常非常严格，但是他可能五月就去登记了这家公司、啊，也有可能，因为他规定的非常非常严格。对，也就是说 KYC 如果没有做到，这家银行记不记得我们当时的兆丰银行在美国？发过来盈利金呢？所以如果我们的这家银行 KYC 他儿子没有亲自来，然后就开户了，银行让他开户了，那这间银行，我跟你讲，金管会来查了以后，董事长、总经理搞不好都要换的，是非常严重的事。说他儿子放暑假回来有去亲自开户，有，但是他前面办这个登记的时候，公司登记不是他办的，是他儿子办的，所以这一部分才是个问题。所以他儿子有没有到银行？我认为有，因为根据洗钱防治法，银行不会放过这一个。我现在讲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说，米格雷德阿布，怎样阿布来？不是，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因为到底陈佩琪的第一次的讲法跟第二次翻口供的讲法哪一个比较合理？就这么正常吗？哈，第一次是说他儿子他要自己要开公，不是陈佩琪说我自己退休后要开公司，然后也说要去做咖啡，就完全就是这个小炒咖啡厅的概念嘛，对不对？听起来合理。第二个，到了今天，不是哦，昨天柯文哲又讲，他说不是啦，哈，不是人头公司啦，哈，那个是父母哦开给子女的啦。第三个就是今天他的讲法嘛，他说儿子成年的，是儿子要自己来开公司，还名字跟他有关。我就奇怪啦，你儿子还在读书，他干嘛要回来开公司？你是拿到学位了吗？没有拿到学位嘛。所以我说这三种讲法哪一个合理？就是第一天他所讲的合理嘛，就是我想要开啊，时间来不及。为什么来不及？因为要做小炒咖啡嘛，要在党庆之前嘛。如果是他儿子要自己开公司，又开资讯有关的，他学位还没拿到，不是？问题是他儿子是读政治的吗？因为这个小炒咖啡也不是读咖啡的啊，好像读机械工程。好，所以你现在听我讲说，因为小炒咖啡厅目的在什么？在政治嘛，对，在做政治活动嘛。那他儿子如果不是从事政治的，他去开个小炒咖啡厅来经营这一些，跟他所学的机械工程，他如果说是企业管理，也许还勉强说的，也不是。所以显然的，你讲的就是陈佩琪，就是人头啦。第一次讲的比较正确，我还帮陈佩琪讲话，不是陈佩琪要开的，是柯文哲要开的。他不能经营党营企业，他经营一家叫做家族企业。陈佩琪要寄生基金会，他自己说的哦，他要寄生基金会未来管理这家家族企业，就是这么单纯哦。所以永宏这啊，你对啊，医生都讲出了重点，没有错嘛。所以今天这个重点就是说，他们自己家要弄这个公司，阿猫卖公敢给谈啊，这个就是自己要弄。然后陈佩琪第一天讲，我们讲暗中出供，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他是叫儿子去当人头，因为他有这个公务员身份不行，但是时间来不及，那他以后要去卖咖啡，这些要素是不是都第一次讲了？后来的今天的这个讲法看起来真的很像什么，就是跟律师讨论过，就是严凤讲的对啦，吼，这大翻供可能是已经大串供完了啦，拢供话，怎样讲？你安尼供，你法律上有问题哦，所以他开始完全否定那一天的讲法。他说我是自嘲的，我是反讽的，拜托你好吧。阿朱姐刚刚那个听起来就是真的反讽，你这个讲法没有人当下有谁觉得你是反讽啦？你那个看起来就是诚实的暗中出供啊。再给你看的暗中出供就可以知道，他不可能是儿子开。陈佩琪在第一天的讲法还说，吼，台北的店面真的不好找，只好先将公司地址设成党部地址，好方便我接送信件。这个我是谁？是他儿子吗？不是吧，就是陈佩琪啊。对啊，啊，如果是他儿子自己要开的，怎么他儿子会去跟说，哦，哥哥跟柯文哲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公司注册在党部，好方便。不是，他儿子在日本要收信件。问题还有一件事，他儿子在日本。他在日本啊。如果相关的啊，如果相关的这些资料资讯，譬如说公家机关的往返要报税等等，这个信都要寄到公司地址。他儿子在日本，对呀，啊，怎么做？那谁在执行？所以其实，吴宗宪可能是偷偷的在修理柯文哲。他说，
最主要实际经营者是谁？显然实际经营者不是他儿子嘛。好了，这个也是反讽，这个是反讽，这个是反讽了。